我们再查一起印度神油。你曾经卖过印度神油，因为认识几个白血病的。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？介绍一下，李书义。你要是帮我，有药吃有钱赚。这家也挺好。你要是不帮我。 你摸什么？想起一个人。你摸群众。他这个样子是他妈病人。黄狗。哎，你这怎么？你是会讲英语的病人吗？我认识一个。长得特别好。I understand. You have my word. I know. 全是你的了。勇哥今天晚上请客喝酒，公司搞团建。太猖狂了，把他所有的案底都调出来。哎，滚蛋！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？预备，上吧！预备。